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成威老师。今天是7月1号，如果在你的手机号码里面有701这样的一组数字，会代表什么呢？请大家来看一下，如果你的手机号码里面有701这样的一组数字，你是一个能说会道的，口才非常好，销售业绩也不错。那拥有这样的一组数字，有一点爱面子，性急。拥有这样的数字呢，非常容易有口舌是非，走到哪里呢都很容易得罪别人，所以常常因为说错话而破财。拥有这样的一组数字也是非常容易生病的，病痛哈，开刀手术、肠胃或者是呼吸系统之类的一些疾病，这样的数字呢破财比较严重。那他在事业上也是没有什么贵人相助，因为常常说错话得罪人。有这样的一组数字呢，走到哪里都是官司和是非，所以呢，大家要小心这样的号码哦。